飞禽师兄，无用。无用师兄花了30几年，兼送一个生秘密王牌一套，难道说这是传统？非为小帅。见过宗主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练习冥想。练个老不油？啊，唉，依旧是结婚。结婚，其后就一天起多，就是你的师傅了。哈，依旧是天起多。高利多，苏德，安心吧。这位，算了，就还你兄弟吧。兄弟，你怎样了？你大我岁数，却还我兄弟，我岂不是真吃亏吗？你也少年，可以吃亏，算了。是讲，你真正是那名天之道，莫非师兄不是这介绍过？你这么少年，怎记性比我也歹？莫非？我好事明白，你为何叫我兄弟咯？教学前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那我问咯，请问奇迹不败也在你心上吗？我问错咯，我也以为你也要问我八回事情。那我确实没有兴趣，但我已经好奇奇迹不败写路。哦，在我心上不错啊，可以叫我看看吗？你看吧，这就是奇迹不败。今天看到你，此生足矣。这样就满足了。当然也会拿下天元轮回，拿下天元轮回之后呢？人生不该只有天元轮回，那不然呢？这问题你留在心中。听说你不专心练心无剑观，自创一套叫文剑几路啊？文剑78路，练一摆给我看吧。哦，好。哈，厦门红彩一条猛冲路，不红路旁是为何一冲？什么意思？出招的用意是针对何种对手，对付那种武侠细节，和我细节，无什么细节，只是因为好胜。若攻击无意义，就无存在必要。虽然你认为心无剑诀过时，但以一招一式拢有其意义。注意看，是怪北方女棒，但是完全不懂是吗？简单改良便能克制亲像新风开刀这种上路剑法，只是看时间，这怎有可能？可看到那张手，
二十片秋秀落下之前，予我五十招剑鞘。若有困难，便改二十吧。不用，就五十招。准备好了，叫我一声。您看嘛，如数天晴，莫随偷寒。乃人间一大美事。哦，